用的是山水的天线，蜗牛 Pro 摄像头。这个是把原来小翁的翼尖直接切掉了，换上了一套小胖的翼尖，中间用热熔胶还有牙签固定住了。 Dragon Link 433的接收器，这边装的是定位器，就是这么一个配置。Thank you.